全军出击。体型并不能说明一切，绝对不要低估斥候接力的威力。嗯，我们这把主 Q 啊。有情况，有情况啊！兜兜，我去前面看看路。别吃兜。别吃，正在报告。谁？黄子啊？黄子2分30秒到不了，现在差不多了，踩一个去。是长官。哎呀，很意外啊。等他要补车的时候，挺烦人的黄子啊。啊，黄子挺讨厌的。那你说你倒来呀，你说你打野打这么半天，人都跑上路来了，你啥也不干，中路也不赶快，上路也不赶快，跟人刷野一边的，我干啥呢呢？那这塔下压不了这两些兵，我操，这波我压着武器我能让他老难受了，但我压不了，那旁边有人真烦。闪现致命点也好一套。哦呦，给我戳死了。这俩人啊，这真恶心呐、啊、这样杀我积木。啊，这么杀我积木都没人管呐、啊。那哈子二了吧唧的跟人刷野一边多，还他妈没人等级高，也不知道半天干哈呢。真令人生气，人家在上路都绕三四圈了，人家在那野区还在那打野呢，你看。干点事儿啊！兜兜，是长官，来点作用啊！偷了一个鸡也行啊！没血了他。兜
你的 Q 是真准，你抢人头的技术是真猛。不过也行吧，也算他来了一波人。这不塔皮掉了，哎呀好亏哦。没想到吧，反其道而行。哎，我去前面探探路。来一个狂战士镜甲，应该笑他的，刚才忘笑了，这得笑着玩啊。现在不太好打这武器大师了啊，要打他得引他，引他上我们的蘑菇上面。走走走走走走，得给他引到蘑菇上面，没蘑菇打不过他。引到我们的复活节彩蛋上面。笑一下，忘笑了。下边一定得笑他啊！回家了。针眼儿，插针眼儿有什么用？这是个傻子。那武器大师还带什么扫描呢？像个精神病似的，不跳眼儿啊！把这红打了。隐身，兜兜兜兜兜兜，哎，你打得过我？你把一扣交了，你还敢跟我打？你挺狂啊！A 了，那是 A 不出来的。
黄子没大。嘚嘚嘚嘚嘚，打不过。嘚，哎呀！太笑了，太好笑了啊！哎呀，回家了，哎呀。回家了，我去前面探探路。这不美甲窃魂卷，算了，一会儿再美甲窃魂卷吧。十层，这扫描给你开的，你扫啥呢？先来个蜡石之牙。我去前面探探路。他不来了。走走走走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这样吧，往这里放一个。往这里放一个。防御塔护城即将脱落。有人来吗？那武械大师挂机了。完了。那黄人又跑过来了。还好没出美甲窃魂卷，哎，这波出美甲窃魂卷，俺们就不亏啊。下波直接把他上路二塔拔了，我主要是为了拆塔，你知道吧？这波武器应该能杀，因为我们有雷，他一定会进草丛，进草丛就拆我们雷，知道吗？啊，先追他来，走，嗯。进草丛，噔噔噔，生气了，来打我！噔噔噔，怎么还开始敢跟我打上了呢？小伙子，不走了？那你不成为我的美甲窃魂卷了？正在报告。吃两口屎。把蛤蟆打了，没关系，我这别点雷。有迅疾，中单没了，中单没了，能上哪去？我这都是雷。二塔100%是没了。
等等等，怎么给打的扫描还打出来了呢？再见。等等等等，干哈呢？这啥意思啊？给我老树盘根是吧？撇个雷，瞎你的眼！哎，我再撇一个，嗯，哎呦我，老树精，挺狂啊，老树精。有助攻呗，可以，还有助攻是吧？把这真人给他拍了，挺能猜呀，兄弟们，看有没有红啊？给你撇个雷，还剩最后一路。往这个地方来撇一个，要迅疾，要迅疾，你等啥呢？等人呢？该回家了，兜兜兜，你这个鸡，完了，鸡变蛋了，你给我把它蛋打了。那咋那么多人呢？哎呀，我的美甲窃魂卷呢？鸡没有蛋，嗯，鸡没有蛋，那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整装待发。哦，
先有蓝莲汉。嗯，大树要干什么呀？找啥呢？往他们家里头撇雷啊！兜兜兜，兜兜兜兜，喜欢一扣三，来一扣三，兜兜。喜欢玩老树精，哎，这死不死？哎呀！滋了了我一下。